在这一边，它给我们 G H 两个点，然后它叫你找 G 跟 H 之间的距离。OK，好，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个相差两格，然后这一边相差一二三四四格。So 我的 G H 不用 Pythagoras theorem 的话呢，它是二 square 加四 square，然后它就会变成四加十六，然后它会变成 square root 二十，所以它答案是 B square root 二十。然后可是有一些学生呢，他在计算机那边他按的时候，二 square 加四 square 的时候，诶，他拿到的是二 square root 五，他是二 square root 五，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不懂哪里一个是答案了。如果你直接在答案这边，你 square root 八，这个是二 square root 二，然后你的 square root 二十，然后你也可以拿到二 square root 五，OK，然后 square root 五十二了之后呢，它应该是二 square root 十三，对。然后这一个是三 square root 二，square root 七十二的时候，它会变成六 square root 二，OK，六 square root 二这样，OK，好。然后当然你的这一个你也可以用 formula 啦，formula 的话呢，它就是这一边它是四 e，然后这一个是二五，然后它就变成四减二的 square 加一减五的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二 square 加减四的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 square root 四加十六，然后也会拿到 square root 二十。好，来，在这一边它有四个点，然后它说，哪里一个点是减三二，向后走三，向上走二，所以它答案是 A。OK，就是这样了。